我跟他的开始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，然后也是从那个吻开始越来越熟，然后看到你这样，我更相信转角就是爱情的样子，然后祝福你们的宝宝很健康。没有嘛，都知道啊。OK， 什么？就是未来的宝宝很健康。OK， 我希望就是心如一直一样笑得很开心，然后因为他的爽朗的个性，我觉得就是很吸引人。